最近哦，看你拢无啥有偷心，应该是身体歹。哎，好啦，等下哦，我甲你去休困一下好啊，医生去无用。你是还阁有啥物代志？我就感觉今仔日的代志哦，感觉怪怪。有啥物通我怪怪？ 阿伯伊无记唔对，这个代志哦，啊都有问题。无啦，阿姨啊，毋是甲这种生理是伊记唔对呀。我感觉阿伯是无想要造成咱的麻烦，啊，所以才会讲是家己不对。干嘛呢？哎，我手机啊，放伫咧遮啦。 啊，无怪拄则拢找无，即马头拢无啥消息，吼，咱直接看迄通话记录就好啊。哦，有影无？昨规工拢无我家己个通话记录，所以哦，真正是家己记唔着个。真实呢，想袂到阿伯嘛还不唔着。人食老就是安尼啦。 看起来哦，我要甲天丁好好提醒一下，加注意一下因爸爸迄身体健康的状况。你家己手机啊，拢袂记去倒位，你嘛爱注意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知。妈的日记内底讲着，迄个孕妇的时间是3月12号，迄当阵囡仔未出世，但是环环的生日，3月9号。 你的意思是讲，环环是爸的查某囝？我这是合理的推断。啊，不过迄个孕妇的身份嘛袂较真，啊，凡事。妈老可能莫名其妙去写着一个伊无熟识的孕妇，而且妈所写的字内底，心内拢是委屈，是怨叹。所以我在想，迄个孕妇，就是爸。 伫外口外遇的对象，那安尼DNA嘞？啊，DNA无可能唔对啊！而且咱讲检两摆呢，安怎确定爸甲环环是亲子关系？迄准确度哦是100%。你讲了无唔对，这确实是唯一的证据会当证明讲环环就是咱周家的子孙。我即马阁无理由通来解释，啊，不过我真正认为。 环环的身份就是有问题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进一步来查清楚。哥，你敢真正毋是对环环有偏见？我承认，我头先看到环环的时阵，我真正对伊无啥物好印象。不过既然爸爸都甲伊相认啦，为着咱家庭的好爱，所以我嘛想讲。 应该安怎来接受伊？应该安怎来甲伊相处？啊，毋过毋管我哪试，我的心肝内真正感觉足难受的。我知影即摆你接受哦，足困难的，看起来是要互你去甲伊找出答案，才有法度摆开你心内的疑问啦。啊，是讲哥，我希望你要找出互我先生即件代志哦，先莫互爸知影。我惊讲。 那结果真正是你误会啊！会去拍歹你甲爸的关系啦。
怎样？有人出门了，一定是款款。我即马亲身来甲伊问下清楚。哎，有话我讲嘞。天下间的查甫人拢是同款的，自私自利。就算讲伊搁较安怎爱你，嘛无得满足你所有的需要。假使你若要求愈多，伊就开始怀疑你对伊的感情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啊，不过伊若感觉伊真心亏欠你，想要弥补你，互心肝来较好过，伊就想尽办法对你好。到时阵你就那亲像是摕到一个聚宝盆同款，有得袂完的好处。是讲你对查甫人的感觉，敢那有淡薄偏见咯？那是因为你伤浅啦，你若是乖乖听话就好啊。感情是无意义，阁无采工的啊。你只要定好你家己的目标，专心去执行就好啊。哎，嘘。有人诶。是谁啊？去看麦。伊会一直找你的麻烦，迄就代表伊在怀疑啥？啊？那呢？即摆要安怎啊？即摆上保险的方式，就让伊对这个世间上永远消失。啊？你讲啥？你点点啦？若是去有发现，咱就无机会啊。蟑螂哦，我拢唔敢怕。你敢无想要叫你妈？我当然嘛想啊，啊，不过是安怎一定要杀人？若是叫人发现，这些拢是骗局。莫讲叫你妈，你家己就自身难保。到时阵，你甲你妈就伫个笼仔内享受天伦。我才不爱咧，哪不爱？你的心肝就爱掠瘫痪。周永成是一个麻烦，也破坏咱的计划。莫搁丢毒。恁翁，还佮有恁囡仔的未来，就伫你意念之间。我先来走，把周永成处理掉，马上跟我联络。退去啦！是的啦，我不是刁故意的，我嘛是为着要救阮妈。你死以后，你千万唔通来找我。环环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要问你。
婉环。婉环，我知影你伫楼顶，我拄则已经看你一摆啦。有啥物话你会当出来讲个清楚？你阁唔出现，我去你了。婉环。你人明明伫咧楼顶，是要跟我秘相找，安尼表示你心虚啊！无需要阁闪避，我已经伫阮妈的日记内底发现你有真可能是阮九公子孙的证据啊！你即马出来甲解释了清楚，卡叔，你若是愿意讲实，安尼上解好。我会当说服阮爸，莫去追求你的职业。我向你保证，我来啊！